你老婆是谁？常打我。评论区说什么呀？为什么现在肌肉都没了？你哪只眼睛看出来我没有肌肉了呢？啊！气死我了！塑料脸看着就尴尬。你怎么知道我塑料脸？我心还是钢筋铁泥做的呢，看出来没？健身房遇到大佬怎么搭讪？这话你问错人了，因为我是被搭讪的那一个。我去年不是练过了吗？为什么今年还要练呀？你上午还吃饭了呢，下午不吃了吗？谢谢你替我练了，我可以安心的刷视频了。我替练的钱什么时候交一下？和你结婚，你会家暴吗？咱首先得结个婚。你打健美比赛是为了赚钱吗？爱好，爱好。你之前的肌肉是练出来的还是吃药吃出来的？我是喝粉喝出来的。怎么样才能娶到这么优秀的你？我就想问你一句，常打我，爱死这种肌肉女了，所以我天天带着我老婆去健身。你老婆是谁？你若嘟嘴，我必点赞。你们都挺会问的啊！下个月我再出一局，我看看你们还能问出什么问题出来。嗯。